自从苹果2016年推出 AirPods 无线耳机以来，机身就只有白色。即将上市的 AirPods 3好像会有一些改变。外媒从 iOS 13.2 Beta 中挖出了新版 AirPods 的造型图，跟网络上流传的图片非常相似，而且会有四种颜色 AQ 的。据说全新的 AirPods 会有防水、降噪的功能，这真是个大惊喜。早在第二代 AirPods 推出的时候，用户们就希望它能拥有降噪的功能了。但想要兼顾降噪和舒适性，还要有良好的音质，这在技术上不容易做到。AirPods 3采用入耳式设计，这样一来就能有效降低外部噪音，还能透过 iPhone 的辅助设定，自己调节音乐的收听模式。根据网络上流传的图片，第三代 AirPods 可能会推出四种颜色，分别是白色、黑色、银色和金色。Amazon 上已经有 AirPods 3保护套了，新款的 ESR AirPods 细胶保护套跟前两代相比更薄一些。介绍文字中特别指出，它能够和第三代 AirPods 充电和完美契合，这样看来，全新的 AirPods 真的要登场了。